银河联邦清晰准确地表达你们的想法。当你们希望不会产生任何迷惑和误解，清晰和简明地表达你们的想法的时候，坦率的交流是一个必经的步骤。我们观察你们在你们的线上社交网络的公共论坛中发表的文章和评论有一段时间了，从其中我们察觉到你们在相互间的交流上存在着困难。我们建议你们在互相交流的语言组织上采取更加直接的形式。我们希望看到你们组织语言的能力的提升，其结果就是你们相互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清晰明了。我们希望看见你们每个人开始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剔除其中含糊不清和虚华不实的成分。我们希望看见你们每个人向他人更清晰和更简明地表达你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迅速抓住要点以及更简明地阐述你们的观点是会使你们有更好的交流，并且减少误解以及有时出现的困惑的有益提升。今天是一个像往常一样开始的好日子，我们希望看见出现在你们的线上社交网络中的文章和评论是简洁的，更抓住要点的，并且清晰和敏锐地表明着你们的位置，而不需要用一大堆不必要的语句和叙述去解释你们的感受和你们的观点。如果你们能为我们做到这点，它将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你们和你们的观点，并且也会省去大量的不必要文字。由于你们当前技术的限制，对你们而言书写它们可能是一件繁琐无趣的事情。更快、更敏锐和更抓住要点是我们希望看见的。我们期待着在今天我们发布了这个资讯后立即就能看见你们在这些方面上的进步。我们已经相当频繁地注意到你们许多人以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发表意见，并且他们与你们的文章和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你们体会一下不需要解释或说明以及描述你们的背景就迅速把握住要点的好处。你们的资讯的主干应该只包含你们要交流的直接观点，从而更好地表达你们的观点，并且省去书写如此多无意义语句的大量时间。这同样会为阅读你们的文章和评论的人节约时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值得付出努力去做出提升的领域，并且我们认为仅仅通过你们在这一领域的中的努力，你们与相互间的交流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我们看见你们许多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我们确实享受着你们许多人的美丽文章，描绘着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感受及你们的困惑的可爱画面。这种类型的写作在这个宇宙中确实有其当之无愧的地方，但不是在这里以及在这个时候运用这种类型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个时候和这个地方需要更高层次的交流，能尽可能快速地传达和接收，尽可能高效和准确。你们看见并且理解这个区别吗？我们在你们的线上社交网络中忙于的是一个更加务实的工作，特定的工作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完成。现在的游戏名字叫效率丰富和美丽的故事是挂毯上图案。行动和冒险不是每天的要求，每天所要求的是我们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要求尽可能迅速和高效地完成，以便为其他领域更重要的及有可能推迟完成的任务腾出时间。我们无法承担太多的延迟，因为时间正越走越少，并且根据你们的宇宙设定的时间表，机会之窗就要关闭了。